答非所问啊，顾名思义，青丘电竞本次参与录制的陪玩呢，都需要提前在脑海中想一个词，在我对他们提出提问的时候要第一时间说出来，如果说慢了或者答案与问题具有逻辑性则会判负。你想去当他的狗吗？可以当。所有人都是实话说啊，这期视频的节目效果真的爆炸啊，废话不多说，节目正式开始啊。你知道捏脸能发我吗？能。享受自己玩这种是吧？爱情里面你是什么？小花仙。慢了，拜年的时候说什么？五虎齐飞。慢了，吃饭的时候饿了怎么办？我也没有结果的。电梯里有人放屁，你觉得臭怎么办？小胡桃。对喜欢的人不说的三个字是什么？百年度。慢了，高考冲出考场最想干什么？考证。郭晓青是男的是女的？乒乓球好帅。李库成豪是神还是鬼？我能亲你老婆吗？不能，谢谢。后天是昨天的明天吗？不是东亚病夫。你说什么玩意儿？再重复一遍。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。哥，我给你磕一个。火男大招开的是天然气还是煤气？你不要说你什么都说。实在是你说慢了。请问火男开大能点 TNT 吗？原神。原神怎么你了？请问火男开大招能对全球做出碳循环？你是 vivo 五十。不威，谢谢。请问你爱顾小青吗？我想支持。你等着，我先给你拉一个。你擦屁股用左手还是右手？天手。你的擦屁是谁？太酷了。请问你的性别是沃尔玛的塑料袋吗？我爱吃面包。这个问题首先不是我想。把你的眼睛给我。我还没问呢。你和你对象的第一次在哪？你可以问一下我的内裤吗？你会为了你爱的人裸奔吗？我直接一个 ACCA 接双龙接钩锁百裂斩一套送走。你会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吗？虎啸龙袍。慢了，你家柜子里有鬼吗？我是超级侦探。你拉屎用什么擦屁股？宝贝用点力。牛逼。你妈妈给你做完饭你会说什么？怒火焚身。你的女朋友是哪里来的？我旁边有尸体。请问你平时去什么厕所？没有你的脚踩我的脸吗？你平时睡觉会穿稀吗？我是只猴，我旁边是个猫。请问你旁边是个什么？我是沃尔玛塑料袋。请问如何看待顾小青拉粑粑？我是美青。你身上有苦力怕吗？旁边的那红叶真好看。请问你是 M 还是 S？ 我好像当很好的狗啊。你是 OP 吗？后面有三个硬子瓶。OP 怎么你了？我旁边是跳跳猴。请问你用什么拉屎？家园之海。你走错过厕所吗？叫我一声姐姐。巧克力味的粑粑和粑粑味的巧克力，你选？想吃顾小青的加我好友，我们一起去。如果捡到了阿拉丁神灯，你会选择？主人，主人。哎，如果你变成了魅魔，你会做什么？你老婆真棒。如果你变成了一只狗，你会做什么？叫主人的那个约翰麻烦帮当我的狗。你想去当他的狗吗？可以当。所有人都是。六。如果你的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天，你会爱上一头牛吗？你能当我的狗吗？可以当。如果你高考第一个冲出考场，你会说旁边尸体金灿灿的，我好想舔哦。如果你学会了隐身技能，你会偷看顾小青？一趴两千出台。如果亲妹妹想做你老婆，你会离婚吗？电电机真好黑。请问上厕所吃意面是拌沙拉酱还是番茄酱？你能把你 PS5 给我玩一下吗？你能自己过来玩吗？慢了。请问我是什么物种？那棵枫树在西河院呢。西河院在哪？你的刀没了。请问你喜欢什么样的变态？旁边猴子出台费多少啊？他说两千，你要点他吗？请问你最想对裁判说什么？三只小猪。所有人都是回归黑暗。你能变成亲妹妹吗？啊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觉得节目效果爆炸的小伙伴呢，请在视频开头把爆炸打在公屏上啊。后续小机会和青丘电竞陪玩馆的小伙伴继续给大家整更多的活，让大家开心一下。想找他们玩游戏的小伙伴呢，可以扫描小青主页置顶的二维码添加客服下单哈。有什么好的问题呢，也可以打在评论区，小青收录后说不定会出现在下期视频中。好了，我是小青，我们改天再见。